我就是挺现在慕他的，我18岁的时候呢，一个人在澳洲，连婚事儿蛋糕都没有，还得和大蜘蛛斗智斗勇的，别人爸爸眼里的女儿啊，说话饱。但是我，那你18岁过生日的时候许过什么愿望？其实我的生日愿望都特别简单，但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。 所以后来我就不许了，特别讨厌过生日。不一定就在过生日的时候才能许愿，愿望就是你想做的事情，想做的事情呢，就马上去做，不然留给自己的真的是遗憾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我现在可以许个愿望吗？ 当然可以，许吧。我想和杜佳木谈恋爱。